胡麻姑姑肉片卷。胡麻姑姑肉片卷的所有食材：切葱花，切去菇类底部，用手剥成小束。桂冠胡麻蒸蛋烧，内附胡麻酱汁，很贴心，口感细致滑嫩，蛋味浓厚。切成三等份，放置牛肉片上，将蒸蛋烧卷起，太白粉少许，卷好的肉片卷准备下锅咯。开中火，倒入油，稍微润锅，肉片卷下锅，将两面煎至金黄，配至锅边，红喜菇下锅，烧出半炒，盖上锅盖，大约焖煮一分钟，打开锅盖，拌炒至金黄上色，淋上胡麻酱，烧出半炒，白芝麻粒适量，葱花适量，胡麻姑姑肉片卷就完成咯。